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鱼儿 AI 技术学堂。之前给我们的朋友们分享了 AI 的一些工具的使用啊，包括 AI 生成图片、 AI 说话啊、 AI 文本转语音，还有 AI 图生图啊、 AI 生成视频等等。现在的 AI 真的是非常的强大。那么今天呢，小鱼儿又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用的 AI 工具，那就是AI 生成音乐。没想到吧，音乐我们都可以自己生成。看一下这些 AI 生成音乐啊，非常的厉害。你想要什么样的音乐，你就可以自己去生成。那么这款软件的名字叫什么呢？它的名字叫 Mubert， 大家可以直接来谷歌搜索。啊，我们的新手朋友们，如果是第一次用 AI 生成音乐，一定要跟着小鱼儿的步伐一直往下走啊，一直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，记得一定要点赞订阅哦。我们接着往下讲，找到之后呢，我们直接把它打开，打开之后点击这个第二个，我们点进来，那我们就到了 Mubert 的一个首页。我这边给大家翻译一下，对于我们英文不太好，包括小鱼儿我也是英文不好的哈，大家可以用翻译软件，我们把它翻译过来啊。这里是 AI 生成音乐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先登录一下，我们用我们的谷歌账号啊，或者我们的邮箱先登录一下。登录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我们的邮箱登录一下。登录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生成音乐了。我们点击这里开始，这里出来的第一个就是输入提示或上传图片，你可以选择上传图片，也可以选择输入提示啊。我们给它一个提示语，这里呢它可以跟你生成45秒之内的一个音乐，这个时间可以改的哈，不超过45秒都可以。我们先简单的去让 GPT 啊给我们生成一个描述，这里描述的话我们还是同样要用英文啊，不要输入中文。我就直接让他给我一段音乐描述。最近这个 GPT 啊免费版本有点卡，我这边还是用国内版的文言一新吧，有点长哦。可以了，完了，我们直接让它翻译成英文哈，这边英文的话做出来的效果才好。很明显这个文言一新它用英文翻译的速度比较慢，相反 GPT 它英文写的比较快啊，这就是国内和国外的一个区别。这么长啊，不管了，我们就直接粘贴一下啊。我大概看一下，把输入粘贴到这个里面。我这边时间的话就改一下，30秒，这个地方也可以选一下哦。套装类型圈禁语就这第一个吧，这里也可以选一下啊，是情绪呢还是活动呢？流派我选一个情绪吧，选一个快乐的。 OK 啦，我们这边直接来这里点生成，35秒吧，点击生成，它的速度还是蛮快的啊，几秒钟的时间就 OK 了。我们听一下，还不错哟，真的太神奇了，竟然就几秒钟就能给我生成出来一首曲目，而且听起来还不错，非常的简单啊，简直就是无脑式的。给他，你需要一个情绪的、快乐的、兴奋的啊，或者说是忧郁的、难过的啊，你大概意思是这样子，直接写一段描述在这里就 OK 了啊，这个音乐就出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这边音乐生成好了之后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箭头符号，这里啊我们可以把这个音乐就下载下来，已经添加到我的下载，看一下这里已经下载下来了，下载了，在这里还要再下载一下，因为它没有到我们的桌面。它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，比如说在使用我们音乐的视频、社交媒体帖子啊，或者说是博客的描述中添加这个，一定要把它APP 的一个链接加进去啊，比如说啊，最后一定要把这个 APP 的链接加进去，那么这个曲子你才可以使用啊，相当于啊，你就不用担心它有版权，前提是一定要有它这个 APP 的一个链接再下载了啊，这下就已经下载了。我今天已经在这里做了两首曲子了啊，在这个左上角这里能看到我生成的曲目，你就可以点进来，再点下面我的下载啊，这就是我下载的，这边情绪、流派、主题啊，这些都可以看一下，都可以选。它的曲风是很多的，曲目也很多的啊。你看这下面
什么流派啊、氛围啊、低音，各种各样的都有。生成音乐就这么简单。我这里看一下，这个曲子已经下载下来了，已经到我的电脑里面了，我就可以把它拿来用了。用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在下面输入，在这个下面输入 Mubird 的一个链接。我们的新手朋友们赶紧去试试吧，真的很有意思啊，而且非常的简单，我们轻轻松松的就能生成出这样一首曲子出来。今天呢，小鱼儿的课程就讲到这里了，主要是给我们大家讲了一下如何去生成一个 AI 生成一个音乐，非常的简单。有需要的朋友呢，可以直接在我的描述栏去获取下载的一个链接。有需要看小鱼儿其他的一些 AI 工具使用的，大家可以到我的频道里面去看。